你好，开吗？Hello，Hello，阿菜，有听到吗？对，现在频道九，我好像没听到声音呢。Hello，Hello，有人听到我的声音吗？Hello，我听不到别人声音呢。话说我好像还是没有声音，算了，这次下次来研究。从那条小路进去吗？那边呢？小路口在那边。OK。挑战一下，这个很轻度啦。那个一开始的话是会有一个山坡嘛，一个有山坡，上坡那边有一个小，那边有小岔路可以从那边过。如果觉得那边陡的话，可以从旁边走。哦。哎，然后再来讲一下，待会好会。旁边就比较缓嘛，啊，旁边是比较缓的嘛，对对，比较缓的。OK， 不要分担心哦。OK。哎，点名吗？点名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对，那个你是开频道九吗？对，九。哎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听到声音呢。看这个。你没有。